是不是跟狗母啊？够了，这种三门亲就。老爸，狗灰还没来。要狗灰吗？哎，那后边给老爸去狗了。老婆看得见脏啊。断了皮一点的得活该。我们几乎都在年年捡着了。本来我你如果说看到几板板，五板。但这个少了就是。放在那，把它盖到空洞。放嘛，放个时候红果秧。红果秧就做不了。那天我都来种。哇。走开，还不走开？走开！多少哦，爸？有一把嘛？有个把嘛？还好我戴手套，不然的话手。走嘛？没有的。啥房间那不够？中啊！哟，你还说你中气活啊？这个本地黄瓜好吃的。你在这点啦？有什么在的噻？两个那些都什么在的？哦，我就不知道。三根就合适了，我说。三根就行了，你还是五根，我的天嘞！那不是，要不是都不是三根。你为了抽五十两的。黄瓜背好多，大点小点的。那不是黄瓜，还啃去？还啃去啊？那个八点黄还要的个，对呀。三个就合适喽。小黄瓜，黄瓜钓鱼是多了，两根嘛。这些他买到黄瓜秧稻上没得。这是树的生本领。这个是还有个窝，还有个窝。雨水冲击不得死。这要放大他妈今天吃一兜的高。好好好，就是窝。按那根根喽。早回家喽。按紧喽。哇，这里有一个老鼠洞。还有洞。把海洞这么大。狗吃了，那长得好有骨头吹的。不，我说那个藤藤菜，万一没事啊。你看你老爸这里都打多少去哪里去？